请问你的手哪有青啊？哦，可能是昨暗甲遐歹人扭扭来来时阵，无说你去受伤啊。哎，好个在有阿邦，还佫有我甲咱斗三工呢。啊，若无我可能就毋是乌青遐尼简单啊。讲真实个啊，我感觉因两个无参像歹人啊，难道就有正义感个呢？啊，为虾米害你无头路？您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好啦，我跟你讲老实话，其实迄个油啊是我的王公。啥？伊是你的王公？啊！伊之前就用邦哥的相片骗我，啊骗我出去约会，然后因全部的人来设计我，啊本来我手机啊。恁之间阁有遐尼曲折的故事啊！讲起来，你是因为你的工作，你才会替你的头家去害人。啊，因是甲恁头家的小弟斗相共，所以恁甲你的员工才闹甲无欢喜。简单讲起来就是安尼。哎，你呐，啊，你头家叫你做的拢毋是啥物好代志，甚至有一寡阁是违法的。你怎麼會乖乖聽他的話去做啊？因為我需要錢啊，而且他給我的薪水也不少呢。啊，那個工作做起來還很輕鬆的，好像是群眾人啊，還有害人。你敢有想過啊？若是真正老鼠人命，你是要讓人命去乖呢？我家在阿爸還有油啊做動力，他這樣算是跟你鬥相共呢。你安尼讲嘛无唔对啦，而且哦，因后来嘛帮我走啊，无甲我送去警察局。其实安尼想想诶，伊嘛唔是啥物歹人。今嘛总算是真相大白，原来阿邦伊哦，并无做唔着啥物代志，顶多去甲咱斗相共，替咱赶走遐歹人。啊，不过我无甲代志破清楚，我就过去甲吓惊，安尼我算是。恩将仇报哎，是的啦，拢是我唔好，我无先甲你讲好清楚。啊！哦，安尼都，就看有你讲的迄个啊。给人退红包的阿飘，哎呦，我以后是不要再记人了、啊。哎呦，是的啦，是的。阿伯安尼啊，我下暗带你去夜市啊，甲因解释清楚，安尼好不？好不啦？好啦，那安尼你啉茶啦，紧啦，啉茶啦，怎么啉茶啦？来啦，干杯啦，阿飘。来啦。来，哎，放个椅子来啊！哎，来，我跟你斗三工。哎，还搞什么爱修无啦？哎，弄修啊差不多啊，哎，弄歹个哦，我路边物件放伫箱仔内底啊。气死了！你他妈什么钱啊？一寡物件甲伊弄歹了了。是啊，切半摊个拢无够今日了去。哎，方哥，嗯。今仔日的小强哦，伊伫遐讲啥物？咱替过档去对付个用过，到底啥物经验啊？无啦，迄摆过档伊停车场，用摕着伤，啊，伊个甲摕着伤个人是用过歹去个啦。
啊，咱不是来去斗三工，啊，等于互因误会讲哦，咱是过档的人，所以你才叫人来找咱来麻烦。啊，所以咱是互拖累的哦。真正有够憨的呢，啊，无代无志啊，扫着风台尾啊，真正是哦，人来咧洗哦，进步也生菜鸡有影。好了好了，算了，别再讲这话无啊，去休息会啦。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妮娜，啊你搁敢来哦？我今日是带我朋友来找邦哥的啦。你带你的朋友来找邦哥？哦，啊，我是邦哥的女朋友。你有什么代志，含我讲就好啊。好啊好啊好啊，不会，别遐乱啊啦。伊就是昨昏救迄个啊，啊不是啊，左英啊，迄个叫郭。郭什么文？郭晴雯啊，郭晴雯。哎，小姐，歹势啦，因为今仔我打后日是出一寡状况，可能无多好啊，就好你。啊，告诉我，你也是要来，立刻即个来。恁今仔日无方便哦，安尼明天再搁讲啊。啊，恁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嗯，啊，你搁看袂出来哦，去用弄打。弄打。哇，起来你有冤仇人真多哦！哎，啊，不过你拢几岁啊？竟然跟人冤家相拍，啊，甚至让人老家来弄打，你做代志敢会伤过冲动啊？啊，吃亏也不是你家己。哎，不是啦，你误会啊，阮是互拖累的。啊，波波，莫甲讲遐多啊！小姐，我感觉你真正做啰嗦的。我唔是囡仔，你搞当作亲像囡仔安尼，当咩吃食了？你是阮老母啊？什么？恁老母，我哪有看你老？你是不这么老啊？不过哦，你做大赛，自从我捡到遐阿包落去了哦，我就一直衰到今嘛，连摆坐搭也去用乱啊，我咧真正好衰。你家己敢若冤家相拍啊，老甲互人弄打，讲我什么代志啊？你莫有被牵拖好不好？刘啊，啊，恁真正敢若冤家相拍哦？啊，不过我感觉阿邦哥唔是这种人啊。好，刚讲实力，你敢若冤家吼？是了，别讲啥啦，那是顶头的人的代志，我只是扫着风台尾。顶头的人，因讲的，敢是因老大，所以因有家己帮派。好啦好啦，那是无其他的代志，先去先离开，我到尾无闲，好无？这位同学啊。使用暴力是不会当解决代志，而且你若是参加社团，听顶头的话去做一挂无好的代志，对你也阁伤得不好。我可劝你啊，是较早离开社团，啊，回头是岸。你是伫遐胡念些念啥啦？什么什么社团，什么回头是岸，我是跳拢无半句，你敢知？啊，我知啊，我听有啦。你起码当作我参加我社会就对啊。几位小姐，你有在参加志工？你哪会知影？恁真正有参加？我无在参加乌社会，不过我捌伫哦，在寄养中心度过一阵仔，所以对恁这志工哦，咧讲什么话哦，我拢看足侪啊，而且嘛清清楚楚。拜托你啊，你莫当面咧看钱，你也着洗一件好无？嘛莫用恁志工去讨哦，来跟我讲。我认为你是倒一种人，你有够知影？我只是想要考考。爱卡打是得好好做人。我就是做人受苦，才行到这款地步。做人受苦做安尼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敢袂当搞搞较详细？你看，伊搁来啊！志工迄套伊搁来啊！伊搁要用志工迄套来搞搞。拜托你，莫甲当面啰里啰嗦，我甲你讲，你紧走。我为什么要离开啊？现在是公共场合呢，我想要来就来，想要走就走，唔是你想要挂就当挂走。哎呦，你这么想哪？你别走就对了，啊好啊，你别走，别走我走。但你咧啰里啰嗦，早知啊，迄天哦，我就卖这样过，甲你求。我无叫你甲我求啊，而且最后是我家己用防狼喷雾器才甲你赶走的，好不好？你阁浪费我两罐水，早就知影，我就不爱听。再见，无啥。想要甲你这样，以后拢卖见。请问。邦哥，请问今日来是为着进前甲你吓惊的代志，啊，搁有我讲你歹话，要来甲你回失礼呢？啊，你
你今日是食了什么炸药？为什么火气遐尼大？啊，等你家己袂走。你即摆讲啥？伊是专工来搞黑色的。你讲我哪感觉伊是专工来遮搞我王家啊？说啥去啊？我看恁两个哦，根本就是小客。以后卖个见面好啊。有啊，我走啊。你要走就走，我管要创啥？当作我阁是你的员工哦，还是抓准讲哦，我会留恁这来拍电动哦。我跟你讲啊，我袂啦。啊，好啊，有啊。人你那已经走个足远个啊。哎，还唔过放过啊？虽然我甲迄个查囡仔无熟识，但唔过你对伊真正有够歹呢。啊，你平常时也袂安尼啊。啊，你唔知啦。放过上届人讨厌人讲哦，伊是乌社会啊。而且伊哥安尼一副敢若像个社工，安尼好心来关心伊个感觉，而且有放过哦，想起较早因为因爸母个代志啊，害伊着爱去住喺寄养中心哦，迄无好个过去，而且愈讲愈掠狂。来来来，说出去啊！伊也毋是我个想啊，我甲解释你知要创啥？刚才讲啊，伊嘛误会我是乌社，我嘛做袂爽，好无？管他伊安怎想去，好啦，物件紧收收个，我来等。